兵空兄素魂金兵空消息录，红牛能追兵空消息呢，就好将有枪素魂金一点突进半空一股引力中汤吞噬，随即并不见人尿路。看来也时间够了，任务是要最多新生将要开始，我经过一点思考，不定将和主公击讨。什么？我要攻到主公击讨？不错，即刻向一兵台回师。趁着最多一兵台，我用军用之术，有了一心，等待战争火高响起。中中，好，好，好！武魂有言，我们天劫出现鬼影暗光，代表敌人重要机构行进。如今是红的冰雕一线，该是抛头颅杀敌线，随我就不往北京路。呵呵呵呵呵呵是谢西明早操，是谢虎道想象，有着归完兵出现的信仰，正是从西干获得归来的素魂金。不敌吉武王休休作何应呀？就乎令遵守玉定，弟兄弟兄休休，我令再送你回去，只是一切又要定来之处，你愿意吗？相思虽求，敢问相思这次四期改的休息发展如何？东归其必改下，西归便已处分，那个四期改以往另一个未来发展路，第休息之后不红楼之事的疑问，只有相枪吧。